你會覺得自己的高度是有些優勢？是的，是即是這個是信心，是高度，是的，因為一向都高幾高，是幾高啊？173，即是高度是他的優勢之處，希望是啊。好好 OK， 有沒有人指誰名字？你哋覺得咧？係咪冇做歌手一排？即係休息咗一年咯，咁我就讀書，咁啊讀緊心理學。嗯，有冇咩準備啊？即係要著泳衣咁嘅喎。係啊，好緊張啊！著泳衣最緊張，我好驚走呢個性感路線。不過可以有呢一年都有鍛鍊嘅 keep 住。有冇信心先？泳衣嗰 part？我會加油努力。點解會嚟參選嘅？其實是一個我希望我接替媽咁啊。哦，我知道夏威夷。係啊係啊。哦哦哦。希望咧可以即係得到多啲知名度咧，去擁有更加多嘅資源，去幫助啲我有需要，即係一啲有需要嘅幫助嘅人。有冇信心啊你？信心都有嘅，咁不過都係自己一個全力以赴做到最好。我都會因為呢個比賽去減肥咯，不過都仲減嘅。你嗰個眼睛咧，嗰、那個眼皮咧，係咪黐雙眼皮加住？我唔係啊，我個雙眼皮咧，其實我雙眼皮掉線嘅。係掉線哦，哦，即係較早前整。係啊係啊，嗰時咧大學畢業咧，咁即係大學嗰時咁同啲朋友咁，即係佢哋又話一齊啊，咁跟住我覺得啊係喎，不如試下啦。但係其實而家我覺得單眼皮好啲咯，即係更加有個性啊。啊！你朋友推薦你㗎？有身材都 OK 嘅，都好唔怕嘅，係啊，對身材都有信心。係咪都有信心啊？都 OK 啊。